说要不要问他有没有听过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？来吧，来吧 ，call back 一下，好吧 ，call back。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 ，call back 一下。来来来，远远的，远远啊，来，大哥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听过，但是不会唱。啊，没事，您听过就行，您听过就行。哎，那您有没有听过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这个挺熟的，挺熟的，肯定熟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过，下一个。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。哎，好像好熟。好像好熟。对。就是没听过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但是肯定，我觉得他是熟的，对。哎，熟的。啊，勉强过关，勉强过关。来，到你了。那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就是，最近还挺那什么的。你听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听过没有？大快人心，为民除害。哎，虎子大吼一声，哎，说得好，大哥，真是很 real， 很 real。不是，为什么前三你都觉得熟到这，您就摇头呢？真的没听到过。看，是不是还没有宣传到位？是不是没唱透？是是是，说明咱们代表队要多唱，走到哪里要唱到哪里。哎，那听过棉花糖吗？试一下。哎，对，哎，那您，大哥，您听过这首歌吗？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。垂死挣扎，大爆 Q。下船就有吗？下船开车直奔奖励去。哇，直奔奖励去，直奔奖励去。把我们的预算全花在今晚。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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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舒展，筋骨，迎接一下奖。